战术千变万化，像风一样飞驰，决胜在秒的千分位。这就是短道速滑。19世纪80年代，起源于加拿大，是在室内冰球场地上开展起来的项目。北京冬奥会将采用最新环保技术制冰，冰面温度为-7至8度，厚度3至4厘米，跑道内圆周长111.12米，直道长28.85米，弯道最小半径8米，场地四周防护垫用防水材料制成，可自然移动，在运动员发生碰撞时能起到缓冲作用。1992年在冬奥会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。目前冬奥会比赛设有男女500米、1000米、1500米，接力比赛女子为3000米，男子为5000米。北京冬奥会新设立混合团体接力比赛，在北京赛区进行，一共将产生9枚金牌。比赛扣人心弦，出发、快速站位、控制与反控制、超越与反超越，竞争异常激烈。为了防止和减少运动损伤，头盔必须是规则形状，不能有任何凸起，还可以选择佩戴护目镜、护颈、手套、紧身服、护腿板，都要有防切割功能。冰刀刀根为圆弧形，刀管采用封闭式，最少有2点固定在鞋上，没有可动部分。短道速滑比赛以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论胜负，一般进行3到4轮，接力比赛分半决赛和决赛2轮进行，短距离和接力4人队1组，长距离6人1组。接力比赛通常每人每次滑1至2圈进行替换，替换采用推接方式在直道上进行。比赛还剩3圈时，发令员鸣枪示告，最后2圈一般由1名队员完成。短道速滑在亚洲、北美和欧洲较为普及，中国运动员表现突出。杨洋获得过59个世界冠军，王蒙10次打破世界纪录，武大靖在平昌冬奥会上为中国队夺得1枚宝贵金牌。短道速滑。